今日大餐席，各位同事，大家平安。今日这课是讲啥物？咱以后在做各位拢爱负起真大个责任，做真大个官啦。啊，恁做官以前你无办做个，啊，到底要安怎做？咱台湾的历史四百年，但是我提这个春秋战国的时代，那个时代，因中国人，那思想是开放，那开放的思想内底有各种的理论造出来，啊，比如说，叫迄个孔子吼，一家独大，哦，啊孔。第六方制度加上迄啰科举制度，就是讲，你若要升官发财，你就爱考秀才、举人、进士，这是环境哦，这是好的代志哦。但是第六方出一本书来对，但迄本书叫做四书五经啊。你若读四书五经，办，啊，你就能升官发财。啊，所以中国人。两千年来全头壳出数，数着，数啊死死死。所以我写荷兰历史的时候，荷兰人讲，阮两个荷兰兵，也是两个英国兵，都用拍败中国五十名兵。这什么比呢？2:50。就是我平均用25倍，啊，有影无？真可惜。啊，人哪会遐进步？人思想开放，认为地球是圆的，但是中国人开始嘛无怀疑地球是圆啊扁。啊，地球圆的了，因就去环游世界。1492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哦。哥伦布是意大利的人，一定会地球是圆的，为北纬十度而行，一定会拄到印度，所以伊就把这个意大利的国王要求改支援，意大利国王 no 啊，干阿西班牙的国王讲 OK， 西班牙国王唔止 OK， 投资3台船。90名的水手，你往北纬十度，这里行，他准安。经过80多天，伊看到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就即卖 West Indian Island， 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就是包括古巴这一带吼，西印度群岛。拄到的人，啊，你这印度人，印度人。印第安是印度人的意思，哦，啊，其实伊是另外一个种族啊，不是印度的种族啦，吼。啊，那第二张，人安尼环游世界，这个岛主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到我自尊来讲，上赚钱的一个岛主。你三代船安尼啊，吼，即马。美洲内底有22个国家讲西班牙文啊，啊内底几个共同拢变做西班牙人个，所以你来知我，你思想正确啊，无正确，思想正确，你就会得到幸福。啊，你若思想无正确，啊就干咩啊？这个黄色，啊，干咱中国人，这四书五经内底，啊，今嘛嘞？现在也没好到多位去，联合招生标准教科书，这就是给你思想给你塑造，不是说这个不对，你没思想没开放给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思想开放给人，
所以今仔日即个特点叫做国家政策甲幸福。国家政策吼，国家政策，咱即摆一项一项来讲。心理因素，将管甲比将管，啊，即个中华民国向推翻的。还有个无？毛泽东还有个无？我讲吼，即摆大家拢飞去啊！中华民国向推翻是袁世凯啦，袁世凯军事政变，袁世凯掌握军事权大权，啊，他政变叫皇帝变阿谁？所以就成功。啊，袁世凯，就按我们对中华民国第一任的总统，对不？咱大家哦，头壳内边讲，刚孙中山呢，孙中山在南京成就是临时上大总统，家己封的啦，还无算小，正式的就是袁世凯讲来北京，大家都爱去北京，啊，成立。成立了后，伊想讲伊的心内，伊的内心想要做皇帝，所以洪姓称帝。哦，啊，但是这人寿命短，八十几天了后就来跳离。跳离了后，这个中国这个所在就四分五裂，军阀割据。这就是一个人。掌管了后，伊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要更加大，对我着注意，有这个心来。啊，当时这个孙中山哦，个中国都分做七八地的哦，啊，分做七八地的时候，这个孙中山哦，其实伊讲三民主义，所以伊在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有捌听到像这样子的，这不是单单我在讲的，这是自认我标准，我的课本我读到，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为什么？这个当时哦，苏联哦，1917年，民国六年。是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哦，这个成立，列宁作为首任的总统。列宁做首任的总统了后，你感觉共产主义爱给推展出来，哦，这是为了人民有福利的代志，他就推展出来，所以成立一个叫做第三国际。第三国际这个名可能。不听就了，不就。第三国际哦，啊，第三国际就创啥？第一个训练其他的国家的人，其他的国家的人哦，变做共产国家。啊，第三国际看到中国，会感觉说袂起迄个中国这团体的所在，所以就派人来甲孙中山讲：“我甲你成立黄埔军校。”哦。其实这个军校的名叫做陆军官校，它位置在于广东省黄埔县所在。刚刚说我们代表我们叫沙林波，沙林波就军校的意思，黄埔军校就是这样。在黄埔军校的所在，所以出击出不去出弹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出够外往过澳洲式的教官，澳洲式的武器，到蒋介石，对吧？是到蒋介石，到这个孙中山，叫孙中山，你啊，你甲找一个哦，做校长。啊，孙中山都不捌军事的人，然后啊，但是伊捌一个哦，
再去日本洗脸，就往后洗脸，按迄个好，迄叫做酒盖酒，啊酒酒盖酒，啊酒盖酒去苏联三个月回来，变成黄埔军校的校长。第六图，陆军军官学校，位置在黄埔，所以叫黄埔军校。这个孙中山。后面一排这个哦，较瘦的这个哦，就排着。啊，这苏联人，啊，村的人就多一点。啊，成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成立，利用澳洲的迄个武器、澳洲的弹药，甲战争的理论，哦，一声拍中国哦，为广东拍安人惊吼，大家拄到什有拄到什么战役？什么战役都没有拄到，一路顺都到，安奈顺，两个人在相拍，啊你管我二十倍，我要甲咱都拍，我你做到遐是直接就死啊嘞，免怕，所以一路真顺拢，都到啊人惊。啊，我来到有讲这心理，心理的问题，这心理的问题就是讲，拍开两件了，就该就会心病。啊，这嘛是个陆军官校啊，伊的心来一个变什么？伊想要做总统，所以哦。竟把恩人当仇人，该训练的提取出来，共产党，伊往个清党，清党大家有捌听过，就是要抬共产党就是清党，把恩人当作仇人抬，这就是中国内乱的原因，这中国的内乱就是安尼个起的。另外讲讲汉民族衰退的原因，他都好有点出一个所在。西方世界王位的继承，王位的继承哦，罗马帝国是规定爱成年男子爱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才会使接这个国王这个位。啊，中国是往个三岁就买这做，有人影就对啊，啊你若对三岁，咱要安尼，讲晋宗三岁的国王，啊你是晋对啥人的效忠？对因老母，对因阿伯，唔对嘛？人这个东罗马帝国哦，头尾分两千年一个朝代，啊中国二十五史，就是讲二十五个朝代，咱感觉奇怪。那咱安尼比遐久的时间，咱二十五朝代，啊，人咱一个朝代两千年，哦，这就是君王对啊对，哦，咱定有迄啰未成年的人做王啦，哦，查某做王阁嘛是无要紧，但是未成年真差，啊，西方世界就是运用着伊这个。这个政策哦，啊思想开哦，啊伊的思想奈开哦，伊的思想开哦，原因就是这个甲宗教改革有关联。1517年，马丁路德讲哦，要烧这个赎罪券哦。什么叫做赎罪券？讲人拢有罪，啊，你的罪哦，爱给消灭，就来我吃大杯赎罪券。啊，这赎罪券有现金的哦，一张印一万块，你拿一万块来，十万块你拿十万块来。啊，你摕这一万块的赎罪券，你去天国的时候哦，要下面你罪10万，啊，摕10万块，下面你的罪10万块。马丁路德认为哦，骗人的嘛，要骗笑，
骗鬼。再吼，写到吼95条的罪状，搭在教会门口。啊，澳洲人较有自由的思想，他看到因讲，即讲会对的。我那就讲，我去买赎罪券。即摆看台湾，讲在烧金砖，在烧什么意思？迄传统传来，啊，你要甲对抗伊真困难。但是我若讲澳洲的代志哦，因迄赎罪券全按过去。啊，咱台湾的烧金砖即摆要用哦。哦，迄啰污染物的来处理哦，你袂使乱烧，同款意思哦。啊，所以东方世界哦，在孔孟思想的下面，孔孟思想那天，因为汉武帝问群臣，我死了，我要搞我的王位传给我囝，传给我孙。看到我囝仔孙有啥物好办？啊，汉武帝讲，秦始皇，就是以始皇帝，啊，秦二世、三世、四世，到无穷世，啊，那怎样到三世都飘去啊？这啥物怪？啊，董仲舒迄个时候，国家汉武帝建议实行儒术，儒家的这个东西。儒家有啥物好处？对方方式的好处就是讲，即、這个父父之子，即就讲你对老爸的尊敬，哦，等于你若伫做官就对君王的孝顺尊敬。啊，安尼来的时候，你三个人来做官。因啊，会甲你尊敬，就袂甲你犯。哎，个嗯，安尼即个好，所以挫败加独尊儒术，伊讲村内学问哦，拢免学啊，干学儒学，啊，佮加上配套措施，就是讲科举制度，所以中国人诶，汉民族诶思想哦，全去用缩细，缩迄个角落。这个澳洲的文明在领导全世界行，你知影这蒙古人哦，不是中国人，蒙古人哦以前叫做匈奴啦，蒙古人哦，把这个民众分作十点。一官二吏，好一个第一名的就是官员，第二名是二吏，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三政四道，第三下乡，第四读书啦，吼、哦。五工六农，做工的第五六农，第六个是农业。七一哇，以前个可能叫后边。七一八仓，七一就是第七名的是医生啦吼，啊八仓，所以做去妓女部的吼，八仓，九乳十丐，最高点的就是他孔子的学说的九乳，哦，十丐，第十个七丐。这个蒙古人把这个中国在汉民族在那做儒学哦，划作最高级。哦，苏界昌妓女，啊，赢这乞丐。哦，啊，所以外口有人在讲臭老酒，
臭老酒的，我们这些读书人哦，大概拼这老酒叫臭老酒，哦，老酒的，起码这些老酒嘛，这酒乳时间。阮州人伫台湾，伊哦无认真管，伊踮台湾要安怎管，就是用我即款的方法，分类制度，就是讲甲台湾人分做，讲葫芦话有漳州人，有泉州人，无共款哦，啊，抑阁有客人，原住民等等。啊，互恁各族派来伤害，这叫做分类制度。拢总已经发生38年，3年任期，为中国，做官干啦，中国人会干啦，中国人会使做，台湾人袂使做官。啊，为中国调来官，3年一期。啊，所以咱流行讲3年官2年满。3年的官哦，2年哦，落地啊，这个满满满过来走，3年官2年满，啊，这就是，伊不爱乎你的军官在咧台湾施军，啊，不准施军，不准哦，无允准你来施军，就传某囝来台湾，啊，就爱等。所以即摆即个应用到即阵来吼，即阵来林玛丽马街一个医生吼，伊用血统吼科学的代志吼来分析，台湾人85%的血统是美国种，啊，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咱。定定在讲，天顶有天公，地下什么公？哦，大家拢知有龙骨骨公，安内龙骨公，对，龙骨公就是讲母系社会，母系社会，这个家长是查某的，好，啊，家长是查某，伊的阿，伊的哥哥还是伊的兄弟哦，做坐大位，夫妇坐大位。所以，你呐有这物件的情况，你讲你是中国人，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那你就讲我就是一只白台湾人，所以台湾人跟中国人有真大的区别。所以不准西卷哦，你当时哦要传一个某哦，你讲传一个某看牙杀身体工作。穿一个帽哦，你若有一个帽，较赢哦。凭你比帽衫先提供做来戴哦，也较好。一个，这个，嘛毋是讲所有的中国人拢要愿意做奴隶哦，因为。官前一官的时候，1644年入山海关。入关的时候哦，迄个时阵，阮州人的人口，甲汉民族的人口来比较，阮州人连囡仔甲查某人，统统算在60万人。但是，阮州人，但是汉民有偌济人？有6000万到一亿，6000万是60万的100倍。啊，100倍以上的人，奈去予1%的人管，管啊，其实这是一奴隶民众啦。哦，刚刚他拄啊有人在讲印度哦，印度为什么是个奴隶的国家？印度哦。讲到印度伫3000年前，有一个雅利安人为北方入侵，啊，印度人皮肤黑的啦，哦，
好些。啊，所以这白人来统治印度，所以上是台湾。你人口像我加一百倍，到二百倍，我要安怎管？所以我们一个叫种姓制度，把这人吼分做四等。上过来，婆罗门、沙地利、首陀罗、吠舍。第一等的就是做国王，做啊不不，貔貅第一等，哦，宗教第一等。第二才是国王，哦，啊，甲这个官吏。第三等城里人，百姓。第四等奴隶。啊，我甲研究起，第一、二、三三个阶级拢是白人，第四级的全部黑人。所以这个思想，你要安怎管？伊讲你好好做一个奴隶，后世人甲你升一级，这个胡说八道。啊，但是胡说八道古来了，大家拢信任甲真的。即摆嘛，这个歪风嘛煞来台湾。我看讲有啥物，讲哇，你情势是将军哦，你个拢胡说八道，伊知影，不对头代志哦。咱经过思想就知影讲，情势你要安怎查？我乃轮回，哦，啊人口遮尼多，这个哦就是骗人的话，相信家己。卖去给这些人活着。他现在就说，在中国有一个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己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我相信是圣经啦，它叫做《劝世良言》。啊，十三个你感觉用这本书好，哦，开始组织，哦，他说这个耶稣是我的阿兄。啊，伊是天顶的小弟啦吼，洪秀全，啊，就开始革命是啥物真大嘞，拍到南京去，吼，为广西、广西拍到南京，蛮是厉害。但是到了南京了，人心哦不足，大家拢要做大官，吼，所以变作内乱，东南西北王吼，家己互相砍伐，但是。因为这个时间，有欧洲的人哦，白人哦，中国有内乱，啊，这个洪秀全去边讲，嘛是信基督教的，我们来去来看卖，啊去来看啊，这个基督教哦，唔是正派的啦，家己创作的啦，哦，只不过把耶稣当作阿兄来呀，哦，所以。澳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就无支持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就很消灭去。这个就是洪秀全啦，洪秀全这样怕他半壁江山哦，因为野心，人的野心无法止境。所以野心大起来，就有内斗。咱最近发生的民政府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克服。我看秘书长伊的处理方法真好，伊不硬，他不反驳，来处理。所以这个来，大家要有技巧，这就是说。你掌握到国家的命脉了，心态上、心理上有困难种的迄个的代志发生，诸王皆荒于酒色，不思进取，内讧。告别就洪秀全子散，太平天国亡，经过久。咱即摆
伫训练即款重要干部，爽掉啦，就是要安怎克制家己的迄个私欲。啊，讲我无，讲来正话，讲法家啦。春秋战国时代是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法家认为人性恶才能生法律，但是他有人性本善，但是法家说人性本恶。每一个人哦，的性哦本恶，恶了后往法律改规范，到希望强调用法治来约束成效，远胜过一时的人治。就法家哦，光反，那今晚嘛得光反必圆，哦，就异曲同工之妙。你讲君王哦，运用法术士三个来控制臣下，执行配套的国家政策。法家认为，过度遵守旧规，不正视因实质的变化的重要性，只会让组织逐渐走向苍老衰亡。这样，过去的制度也是有好的制度，但是不使过度遵守。比如说啊，以前就是井田制度，咱即摆嘛来井田制度，那不一定对嘞。以前是真对，电脑就化成井字，啊有背后的人口，啊中啊迄块土地讲的，啊你嘛爱去种中啊迄块，啊修成个，你修你的，伊修伊的，啊中啊迄个片落，这是国家的。结果讲到迄个地乱七八糟，无人去种，啊，家己的土地种啊，好势啊，这个是井田制度，到尾一个时间哦，好制度啊变成歹，这是现代人为商鞅，商鞅是390 BC。西元前380年，所以比即阵2400年，哦，差不多啊，2400年就死了。四公孙啦，吼，名将啦，吼，秦孝公改皇帝商议，所以叫做商鞅。有一回，伊阿有出名以前，伊是。魏国宰相公孙公叔做的家臣，啊，公叔做判命，啊，国王来来看，伊讲哦，我准备死啊，你哦，都爱重用商鞅，商鞅这款人才难得啦，但是国王讲，看伊意思，无啥爱研究商鞅啦吼，啊，你若无用哦，公叔做哦，讲。你都该太死，我一定要把国言吼，咱魏国都真危险。啊，这国王走了，伊甲这个公叔做甲这个商鞅讲，我甲皇帝讲重用你，啊嘛甲皇帝讲，甲你太死，啊你该看着办，快紧闹好好。商鞅讲。哎呀，无要用我，自然都袂害我，啊，都袂影国要求，即个魏国无该开始。公叔做死了，商鞅听说秦孝公吼，雄才大略，啊，转就去投靠秦国。
民国的时阵哦，第一次甲景龙讲，讲这地道，这陈少讲哦，哪讲哪错。第二遍讲王导，嘛无中，嘛伊嘛无中意。第三遍三讲霸道，这位陈少讲哦，真好。所以哦，相谈数日不厌。两个人都讲啊，安过哪间话也袂，觉得很讨厌，安尼微信最多对啦，哦，两人情投意合，所以秦孝公就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孝公信霸道，商鞅是用这个来解决问题。但是啊，但是商鞅法家就发现，你得罪几个人，得罪过去的权势，过去的一个君王，哦，边爱一个大臣，哦，贵族，所以秦孝公死了，伊就叫灭掉，商鞅就叫灭掉，包括车裂之刑。车裂即行，车裂是甚物意思？一个人手、脚、甲头壳拢总无个，啊，别个五只牛啊，五只马，对不对？啊，做一群拢无个方向行，啊，即人个尸体全人全用拆，这是一种即行。但是听讲这种即行哦，分两种，一种是活人。将是死人，人已经死了，才学个策略。但是拢就只要一张图吼，这是用个牛啦。犯人吼，未央，啊，这个未央，啊，这个不能叫牛，别安尼。四面八方被开始排斥，所以华家的下场哦，把火锅盖够了。华家要过几代人才，韩非子，咱两家韩非子，咱手的手上哦，有一个讲义，给韩非子下，下讲47条。亡国的征兆，这个国要破，有什么征兆？不是讲一丛树要倒落去吼，就是讲一只虫啊，虫吼，甲你就甲你救，啊，这丛树啊就倒，那是规丛的坑吼，啊，再搁拄着风来哦，风台来还是该按，按得着，就是讲一天一朝一夕会使做吼。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利类。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这款的代志，即嘛嘛在台湾发生，什么18%啦吼，啊什么退休俸啦吼，这拢是即款特权的改变。比如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才干授予的官职，即爱公平、正确主张，维护贵族特权的理智是落后的、不公平的。维护贵族的特权啊，这是不对的。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就是明确规定这所有权。伊做一个在大路顶头写土啊，就是一个
啊，大家拢去认，啊，奈何认，因为这只土啊无主人，啊，你究竟卖土啊的所在，几百只土啊伫龙海内底，你望袂起来手，因为伊个人去挖土有主人伫，所以讲法律会定分整。啊你若，你若无照这行吼，你就爱习惯。第二个作用，法律的第二个作用，新功具报，鼓励人立战功，对迄个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新功是最后目的，来复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咱比如就讲犯罪的人吼，哦，我变性，啊，这吼搁较实在，搁较实在，立即有作用，哦，迄开始会涉恶的，涉恶的大概少一部分，哦，啊，搁第，啊，迄个讲半十五个，啊，就一个月煞，甲搁拍一个，拍三遍，啊，这人看后壁还搁会去做乱，袂啊。狼都有一个缺点，好利恶害，要去做好代志，啊不爱做歹代志，啊，我叫做就利避害，有利的所在就去。伊是讲一个上面哦，赶落几百里，目会感觉是，因为有钱人来，啊，掠鱼的人也赶快有这款思想。所以商鞅一定就结论是：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狼有好恶，所以必须我都提过，会使改个观念。所以哦，法家说：不法古不循今。古代的代志无一定正确，啊，今麦的代志嘛无一定正确。你爱家己去想办法。伊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下面就守株待兔，就一个人吼在做菜，啊一只兔啊，走进去走进去，哎呀，你拢有树啊，啊就倒落，哎，就该这只兔啊抓起，哎，那家伙蛋子。安尼后边哦，我那就做菜做到要死，我那边厨房边又第二只拖来落来，我都不厉害，第三只又过落来，我来厉害，安都好啊。这叫做守株待兔，修一丛树啊，单拖走，但是第二只又走来，哇！但是人生就是安尼，这个法家内底哦，有本来重点命分，商鞅圣道生不害，集大成起韩非子。韩非子哦，将三者哦，法术史三者哦，结合为思想。韩非子是一个真巧的法家的人，但是大智啦，哦，大智。这生不害，生不害是作为法家以术著称，是战国时期代表性人物。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的。绝对集权啊，注意啊，百家其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有选择余地加以进行利用。韩非子的生平，韩非子是生在纪元前280年，
战国末期的一个韩国的贵族，他是行名法术之学，后世人后世人吼越韩非，有人讲伊口吃啊吼。当时伊在韩国的时候，因为韩国很弱，受到外国的迄个欺凌，爱真侪国家韩王提出富强的策略，但是无叫韩王采用，所以写了孤愤无骨的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个文章拢集合在韩非子一书。但是秦王嬴政看到韩非子理论哦，真为赞赏。在西元前234年，韩非子作为韩国特使来到秦国，那也派韩非子去做宰相，因为秦国怕来这个韩国嘞吼，啊韩国讲恁来怕我，啊不然叫恁的韩非子来，哦我干了要点韩非子，所以韩非子来，我变成出使秦国，和秦国运用。但是到尾秦国了来吼，伊有一项代志，先伐赵，后反伐韩，先开赵国。啊，那也难，伊个公还有李斯哦，就是秦国的宰相李斯哦，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所以被这个韩非子被就诛杀。韩非子一个右脸书。所以伊讲出来，诸君不其羞辱，我一定爱好好国债偿还，不法偿还，我一定爱用我以前的宽恕，哦，事易则事易，世间有变化的代志嘛有变化，所以你爱根据变化而去变化，所以以后大家拢是做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即爱知影讲，你爱变化，过去的代志哦，无一定正确，但是会使做参考，哦。当时因的看法是，国家的大权哦，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躯，就是君王的领导。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万人之主，千乘之君。这韩非子的理论，所以第一就是奴隶主给贵族，清除世袭的奴隶主给贵族，贵族爱给善其党，夺其府。所以当时选拔一批经过训练的人，官员来代替他们。比如宰相必取于周郡，猛将必发于卒。这是啥意思？真相哦，将军全国的代志人哦，取于周部，一定跟你提醒。去找这款人才出，啊，兵种哦，所以一定你的士兵中哦，发出一人受命，哦，猛将必发于主。法不阿贵，犯不合贵重，行不必大臣，行过不必啊，你那边。判刑哦，什么代刑？那有迄个罪过爱来判断哦，赏善而不宜匹夫。你修人的时候，虽然是小官员、小啊不老百姓，你嘛是爱照常你爱修。啊，实行哦，严刑峻法。
社会才会安静。所以这个韩非子对以后中国的思想有真大的变化。这个手术大夫可都有讲的，回击记忆，回击记忆就是讲政府看病，啊，但是歹甲医生讲，讲无无啊，就是到尾就真正叫做跳楼，回击记忆，滥竽充数，一个国王哦，爱听人在本国口说哦，啊，拢本落好听，啊，一大面人在。啊，比如话国王话的话一个，伊嘛爱人好些，但是一个一个笨，啊，所以吼、哦、一个袂晓笨的吼、哦，特别以前吼，特别混在这个一群人中间哦，干来样子干来袂做些笨好些，其实无笨，啊，就到个滥叫别掉，掉掉，这个人滥竽充数，老马仕途哦。老马仕途是啥物？伫发生个一场个战争中，去战争伫沙漠地带，啊，战线